今天我们吃火锅去。今天有谁跟你们一起拍？妍妍表姐，我们在高雄。我们今天在高雄拍。对。这一次一次拍两个治愈馆。对。一个是什么？平常。一个是披萨。全部有个是日本的披萨的，还有一个是泰国的冰淇淋。然后是我们另外一个泰国的巧克力的，可以看这里哟。好。这个跟之前我们做的一样，这个要放在热水里面，先让它变软，不然它现在会很硬，根本没办法。它这个里面是什么？粉，巧克力粉，巧克力米，巧克力米，进去，本来硬硬的，要把它，那变成热水看了。然后这个边是什么的？日本苹果的一个披萨。它好像会，它会有两种披萨跟薯饼跟果汁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就分开做吧。好了，这个先放旁边。先放。要倒出来吗？不用啊。要倒在哪里？倒在那个番茄吗？对。那等一下做披萨的什么？皮啊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把它压扁。好软了。好软。所以番茄酱我们要把它抹在上面。你看，你闻闻看。是哦，对，你要把它抹在这个上面。哦，对，好，我也想要一个。好，轮流一个抹一个，抹平平哦。好，那抹好了，接下来下一个要做什么？你挤得出来吗？啾啾咕咕。你再给我看一下，拿起来给我看一下。咦，笑什么？大便，小乐蛋。好，那你们把它放上去。这边我用完，完成番茄酱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披萨的底部，还有香肠，还有起司。然后接下来他要香肠上蚯蚓。他要拿去干嘛？香肠。这个微波。要微波对吧？他要微波多久？酥饼要30秒，酥饼要30秒，然后披萨要50秒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拿去微波了。果汁，滑起到里面好了，然后再加水啊，加水，搅拌就变成果汁，葡萄汁，葡萄汁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做葡萄果汁。嗯，这样子就变成葡萄果汁了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先继续来趁微波的时候，我们继续来做冰淇淋好了。冰淇淋。有软的吗？你摸一下。我摸摸看，应该有软的。这个应该有还硬的吧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是挤巧克力在里面，来沿着边边挤哦。我先帮你挤到里面。好，挤到里面再做。太硬了，我挤不进。看起来好像是蔬菜的小豆豆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做的部分都完成了。那你们要从什么开始先试吃？这个。哪个？这个冰淇淋。好，先吃巧克力冰淇淋。嗯。好吃。好吃。这圆圆表姐，圆圆表姐觉得就是巧克力，就是巧克力，很甜的巧克力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跟我们之前做的泰国 7-Eleven 的那个巧克力其实都是一样的材料，只是它有的是做成甜甜圈，有的是做成像这次是冰淇淋的。好，接下来继续试吃披萨。披萨，你先吃什么？先吃披萨。还是吃肉不吃？
什么样的味道？是脆脆的，像饼干吗？它、啊、是甜的还是咸咸的？嗯，咸咸的，很好吃。你有吃？你有吃到香肠的味道吗？没有，好好吃哦。啊、那啾啾 QQ 你觉得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你也觉得好吃？嗯。姐姐的角度觉得怪，表情怪怪的。小朋友的角度觉得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好吃，所以现在准备要来吃薯饼喽。我也不会吃薯饼这么吃。那、啊、你薯饼觉得好吃吗？好吃。是什么样的味道？感觉是马铃薯的味道。哦，它做起来真的有像马铃薯的味道。嗯，是的。好，接下来先试喝葡萄果汁。挺怪怪的，有刺刺的感觉，就是泡泡吗？刺刺的感觉是有像汽水吗？对，很像汽水，来葡萄药水，葡萄药水像啊，像那个感冒药，对不对？我猜像感冒药。哦，今天我觉得披萨还有薯块比较好吃。那就跟大三一起。他说披萨跟冰淇淋比较好吃。你觉得披萨跟冰淇淋好吃啊？所以我觉得他那个蔬菜粉好好吃，蔬菜小豆豆好好吃的。是甜的小豆豆吗？脆脆咸咸的。那对啊，那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